欢迎收看，我是金钱豹，带你了解金钱背后的故事。我是 Ashi 阿斯匹林，再度强调到我们的 YouTube 认明这个豹头，然后呢我们的影片呢一定有首播的这个 mark， 然后呢订阅加开启小铃铛，如果觉得内容不够，欢迎加入我们的加强订。另外呢更重要的是什么？我是金钱豹的粉丝团，大家一定要加入那个追踪按赞，我们有好康的抽奖活动，还有什么 FB 的独家幕后花絮啊，我们东西越来越多，对不对？这个大概说可能要讲30分钟才讲得完，对不对？内容很多，所以大家要注意，要紧盯我们的任何一步啦。那今天是礼拜五，对不对？一开场虽然元宵节过了，我想给大家猜一个什么灯谜，什么灯？猜一个事情，猜一个休闲娱乐的活动，半天不动，忽然一动，上面欢喜，下面好痛。你想到是什么？非常适合周末啊。那个大家一起做的活动，好，到底是什么活动呢？好，答案就是我们的这个好钓鱼啊，好钓鱼，对不对？半天不动，对，因为鱼没有动，你不能动啊，对不对？鱼一上钩，你就马上一动，一动哇，钓到鱼上面，好欢喜嘛，看到下面呢，就很痛哦，对不对？好，为什么讲钓鱼呢？好，对不对？好，因为有一个效应，好叫做什么？格力迪效应，保证你没听过，好不好？因为这个是英翻中，好不好？就是 greedy effect， greedy， 就贪婪效应啊，贪婪效应啊，行情到尾声都会有这个贪婪效应哦，对，市场呢，刚开始追逐金钱的时候，追逐金块，追逐金钱的时候，小心被主力大户给整个吊起来，连本带利通通都不见了，对不对？那你跑进去想要追逐水里面的金钱跟黄金，那你要小心了，水的温度不断的提高，为什么？ interest rate 利率开始不断的提高了，今年最大的主轴就两个，第一个通膨，第二个因为通膨而要不断的什么提高利息，换句话说是什么？你的钱会变少了，东西变贵，你的钱变少了，利息变高，全球的资金紧缩，你的钱也变少了。所以在这样子的大背景下，你今年呢能够尽量不要输，就算是赢家了。但是如果你很贪婪 ，greedy effect， 太贪婪，跑进去这个水里面想要捞金，可能怎么样，就会被钓走喽。为什么要这样讲呢？我们来看一个最近的讯息哦，最近台股超强，为什么？原因有两个，一个是我们的政府有护盘，但不止啊，有时候那个大盘跌，投信大买，有可能是政府护盘，有时候大盘涨啊，然后那个八大光股就会卖啊，结果投信还是买超，你可以看到投信从一月到现在几乎都是买超，没有一天不买超，源源不绝的资金，所以不止八大光股，还有一批投资人拼命的什么申购基金啊，拼命的申购基金，就是大家一直申购基金，投信才有源源不绝的子弹啊，那就是一直买超一直买超一直买超哦，这个就是台股会这么强，那你就要去留意哦，对不对？那这个时候他到底买完了没？如果大家都已经申购完基金了，没有再钱继续申购了，那投信一旦没有钱了，台股就不会相对强势咯，那如果这些资金没了，可能就开始变弱哦。那我们来看一个关键的新闻啊，投资人是拼命的在最近拼命的买基金，拼命买基金，你来看哦。据统计，元大台湾的高股息优质龙头基金卖得非常好，到二月底，它的净申购已经达27亿哦，又多了申购这么多。然后呢，到3月3号的规模已经成长到了300多亿哦。300多亿哦，所以但它不止一个基金啊，对不对？你可能只买这个基金吗？有些人跑去买别的啊，
元大，这就元大哦，台湾的投信公司这么多，对不对？好，十几二十家，光元大一家要比较大。台股主动基金，什么叫主动基金？好，就是什么龙虎基金啊，好，中小基金啊，好，对，就是你在那个股市中买不到的那些 ETF， 好，你在股市中买得到的那些 ETF， 台湾五十啊，好，那个0056啊，好，中型100啊，好，这个是你在盘中可以买的，好，那叫被动型的基金。主动型的基金就是那种龙虎基金啊，他自己挑的，好，你就要必须用申购的方式。它的规模的话也增加了48亿哦，好，又回到了600亿大关，好，来到了640亿，好，所以它的这么多种基金，你们看到多福基金啊、高科技基金啊、金贸基金啊、新主流基金，反正全部好都是创高，好，代表说什么？各大投信，好，各大投信的基金公司的基金全部都大卖，全部都大卖，所以每个基金都满满的投资人在申购，所以投信知道每天认真的买超，因为你叫他买嘛。对不对？虽然投信可能也看不好啊，他也觉得说，今年有通膨哦。那报告老板，今年有通膨。报告老板，今年要升息耶，所以我们保守一点。他说，你保守个屁，对不对？投资人给你钱，你就是买，对不对？好，给你钱，赶快买，好，对不对？就这样子，好，对不对？没有第二句话啊。你既然都给他钱了，难道你跟那个投信公司啊，对，申购了1000万的基金，好，然后呢，隔天他说你买什么？我没有买，因为我觉得今年不好，对不对？我管你看好不好，对不对？我给你钱，你就是要买，所以你一旦给投信钱，他就必须要买，所以投信才会一直买，一直买，这个就是最近投信疯狂的买进的原因。那他人类总是有个奇怪的习性，他喜欢登高望远，有没有看到？对不对？他觉得站在山顶上可以遥看，对不对？这个世界，这是人类的本性吗？有些人是有惧高症，对不对？像我们这种投资很久了，整天都有惧高症，好，对不对？看到山顶上就很害怕，对不对？但一般投资人不喜欢，没有惧高症的特别喜欢在山上，好，对，遥望这一切这样子，好，所以呢他们喜欢在山顶上玩吗？但是这个就要讲到我们以前很有名的一句话，好，对不对？山顶上玩，好，有谁能赢？他还有另外他很多至理名言啊，好，对不对？这是以前很有名的一个分析师，好，傅瑞麟，好，他讲另外一句话，走正确的路需要孤独的勇气，你有勇气走人少的路吗？对不对？现在所有人都疯狂的在这个高档买进基金，好像今天所有人做最疯狂的事情是什么？什么？买进航运股，对不对？今天航运股的成交比重突破40%，超过40%，突破电子比重喽。今天谁买电子？对不对？今天所有人都跑去买航运，那你有勇气走正确的路吗？走人少的路吗？你有勇气在大家疯狂的认购基金的时候提起勇气怎么样赎回吗？很难哦，我们人是很习惯从众的啦，但是有时候你必须孤独，必须忍受孤独，你才能在交易当中做出正确的决定啊。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过去的经验哦，过去的经验哦，这个是投信的累积买卖超，就是投信只要疯狂买超，你说投信买一亿两亿，他可能是看好台股加码一点。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个是2006年底到2007年底，投信从低档大概累积是-1500嘛，疯狂的买到这边正500，累积买了多少？从这个地方高档看，登高望远嘛，是人类的天性。这个地方是9359，就是马英九上任，那时候他有个口号，马上就会好，所以他疯狂的买，买了2000亿耶，投信买了2000亿，他是要看好台股吗？不是，是你看好台股，是你相信台股会登高望远，好，对，但山顶上玩有谁能赢，对不对？山顶上玩果然没有人能够赢的话，就一路的跌到多少3955，这些你看全部套到，看一张都不卖哦，就等奇迹自来，好，对不对？所以他这套一套会套很久哦，好，这2007年的会套多久？套到这里看终于卖光了，对不对？就是沿路涨他才开始卖，沿路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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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涨到这里终于卖光了，对吧？一套套了7年，好，才解套哦。那这个是9359哦，好，对不对？这是9859哦，对不对？9859你要套7年，好，1800018000你要套几年？好，那你就要去思考一下哦，对不对？好，那些人可能没有看我们节目，也不知道怎么办哈。所以上一次买了2000亿，就一路的卖超，好，一路的卖超了。好，那这一次呢？你可以看到哦，这一次在这个地方，疫情之前，投信几乎没什么买，好，之前还卖哦，对不对？卖到身价累计卖超快1000亿哦。疫情过后，大家疯狂的开户，
疯狂的认购基金，投信就走源源不绝的钱一直涌进来，一直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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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疯狂的认购，又一样再度买超了2000亿。投信从去年疫情两年前的疫情到现在，这两年又买了2000亿了。但现在钱有可能比以前更多一些啊，对不对？搞不好可以买3000亿、4000亿，不知道啊。但是简单讲，最近对不对？最近哦，看之前买还买比较少哦，对不对？好，买到这里大概是负200-300。忽然买到正1000，所以买了13400亿哦，都在这个位置，有没有看到？都在这个位置，都在17000以上，都在17000以上，在这个非常高的地方，做山顶上玩，有谁能赢？对不对？底部进场，对不对？底部进场，不赢也难，对不对？它是最有名的两句话，所以现在是山顶嘛，你说阿哥，我觉得台股上看100000点，对不对？所以这边是底部啊，对不对？我觉得是底部，如果你是有这样的看法，那我们就说，那这边是底部，好，对不对？好，如果你拉长台股，现在是台股有史以来，好不好？有史以来最高哦，所以有史以来最高，假设它真的是最高，那你要套多久？好，那我们就不知道哦，好，那非常的小心呐、啊。好，那我们来看拉长一挺的台股，给你看一下，对不对？目前是台股都投资人都买在这里17500附近，好，对不对？最低最低在这里，好，历史最低最低的人，好，2845点，第二低在这里。3411点，第三低在这边3955点，所以2000、3000多，快4000，下一次的低点都不知道在哪里，但是我们用两种方式来看一下，现在到底是高点还是低点，我们用一条常用的线，十年线，就是120个月的均线，这条十年线通常长期投资以下，他就认为说是买点，底部进场，不赢也难。超过十年线很多的，超过十年线很多的，叫做山顶上玩，有谁能赢，对不对？那现在呢？这不是山顶哦，这边是大气层哦，这边大概是外太空哦，对，外太空进场，我就不知道怎么样呢才能够获利了，所以现在是很高的位置，你再怎么样再怎么样都要靠近它，你看它是多少？十年线目前在11000左右的位置，距离远不远？非常远。好，那第二种低阶的买法是什么？用 KD， 用月 KD。好，你知道月 KD 呢，在50以下，最好可以来到20，最好来到20，你看到最好来到50以下，好，来到50附近，好，也是一个买点。好，所以月 KD 现在也在高档哦，好，也在高档哦，而且有死亡交叉，好，月 KD 有死亡交叉，所以不但是高档，好，而且怎么样，开始高档转弱哦，好，所以这边怎么看，它都不是低档。而且是一个高档的位置，那问题是在这个高档的位置虽然看起来很强势，但是都是因为什么？投信拼命的买超。好，所以台股什么时候转弱，什么时候会相对，你现在一直都觉得台股都比亚股强，比美股强，比欧股强，那什么时候台股会变最弱？如果当台股变成最弱的时候，它会补跌哦。现在所有的股市都在年线以下哦。今天日本股市破底，恒生指数破底，德国股市破底。那如果我们这个力道消失了，我们就会破底哦，就会破底，不知道破哪里去哦，起码要破台股的年线哦。那什么力道消失？就是一旦投信它没有办法天天买超的时候，所以你最近要留意哪一天投信开始转为卖超，它现在每天它必须买超10几亿、20亿、30亿，如果买超40-50亿，有时候都是那个政府的护盘基金进场，但是如果哪天投信转为卖超，你就要非常小心了。台股变成相对弱势，那之后呢会有一个补跌效应，那个时候呢你就要尽量避开，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子。明明之前很强啊，为什么现在会这么弱？那是因为台股的力道消失了，消失了，那你就要特别小心了。好，所以中长线有一个修正的隐忧，因为投信扛下来的，这个隐忧什么时候爆发，就看投信什么时候转弯。短线上有一个反弹的契机，不过现在短线上消息面主导一切啦，因为早上传出来乌克兰的核电厂起火，对不对？然后就开始大跌，传出来说起火了，起火归起火，但没有事情，又反弹了这样子，没有事情归没有事情，那可能会爆，那可能又会跌，对不对？所以随便他讲，对不对？那个中央那个这个现在随便一个消息，全世界股市都随便动荡，所以我们上次有讲啊，两年前你要加入川普投顾，今年你一定要加入什么普丁投顾，好，对不对？好，对不对？好，随时问一下普丁好不好？你什么时候要全军动员，好，对不对？现在还没有动员啊，所以你现
什么时候才会有可能出现一个最大最大的利空？我们说战争，虽然战争过了嘛，所以好像战争过后是不是就会涨？但还缺一个最大的利空。什么最大的利空？就是俄罗斯要全军进攻。他说他的外面的那个坦克部队绵延30公里，就是不攻。空军的部位也躲在外面，也不攻。所以什么时候他全军进攻，一口气要拿下乌克兰？那一天会是最大的利空。一旦拿下了，战争就不会再扩大了，应该全世界其他国家也不会再跟他打了啦。如果你客观去看，阿富汗之前也被打成那样子，对不对？也没人管他，对不对？只是刚开始打，全世界必须去阻挡一下。那当他确定拿下了以后，那世界上就没有办法了，只能护航一些不想要待在乌克兰的人，找个安居乐业的地方了。那个利空出来，有可能它会是一个相对的低点呐，好，那到时候短线就有机会怎么样出现一小波反弹，好，为什么？我们来看一个数据，这个是美国 AAII 散户投资人情绪指数，他们去访问他们的投资客户，问他现在看多呢，还是看空，还是空手，那蓝色的是看空的，红色是空手，黄色的是看多的啦，那现在黄色的呢在低档，那么看空的。这是前两天的，来到相对高档，又跟上次一样，来到相对高档了，所以现在市场是非常的偏空，对不对？为什么？乌俄大战啊，一定很偏空啊，对，的确现在也很偏空，那所以等只差一个最后的利空，因为这个利空出来，市场还是会反应，就好像今天战争变得更剧烈啊，它就必须打到核电厂，对不对？它要破坏它的电力的设施嘛，然后才能有效的去攻占他们的首都啊，所以之后还会有更激烈，那什么时候接近攻占，那就差不多接近尾声了，所以有一个哥请教一下，怎么了？那你看台股的低点在哪？台股的低点哦，可能之前的低点就是低点哦，对不对？我们说之前的前两天的低点，除非有更大的利空，更大的利空是什么？就是它的战争要蔓延到乌克兰以外，比如说打一打，哎呀，不小心打到那个荷兰，荷兰起屁面，好不好？起屁面，对不对？又打起来，那战争扩大，战争扩大，那低点才会破了，对啊。很多的地方不要去，大家都看空。对。为什么跟人走？对啊，大家都看空，所以我们就不能再看空了。所以我们说这个是可能是相对的低点喽，对不对？但是说它是绝对低点吗？可能不是哦，对不对？之前台股最低跟世界上纳斯达克美股的最低点是什么？开战那一天最低点。对啊，开战隔天，果然战争就是相对低点，但是。会发动吗？还没有发动，为什么？战争还没打完，它有一个大的利空，那个利空出来了，攻占乌克兰，然后破了一些设施了以后，台股没破底，纳斯达克如果也没破底，那有可能就是一个短线上的买点，因为大家都看空了嘛，那看空表示什么？它不是做空，就是卖掉所有的股票，手上都是现金，一旦战争结束了，那就没有啦，制裁归制裁，因为制裁是中长期的一个变化，那短线大家担忧的都是战争，所以当战争结束，什么时候结束？就是我个人研判，就是打下乌克兰，那除了第二个选项，俄罗斯退兵，不过我们上次有讲过了，你不了解胖虎，好不好？对不对？你不了解普丁的，好不好？他不会退兵的，好不好？他退兵意思就是说他要告老还乡，他才会退兵，对不对？或者说被暗杀，对不对？所以那发生这两种情况，就是。俄罗斯退兵，或者俄罗斯攻占，就这两个嘛，然后才会结束。那当照理说应该不会再很久了，所以是等待一个大的利空，有可能什么短线就有可能是买点哦，它有可能是一个多方的短线机会哦。我们说中长线的机会都没有了，因为中长线结构已经是破坏掉了，但短线上有机会了。我们来看一下更长期的一个讯号哦。这边有一条这个柱状图，柱状图是什么？刚刚那个投资人调查的，看多。减掉看空的，看多减掉看空的，就是净多单嘛，对不对？净多单嘛，对不对？你可以看到哦，2019年这个黑色的线是什么？ S&P 500的指数下跌到这里的时候，你看这黄色打到这三条相对低点，大家都看空，就见到相对低点反弹， S&P 500反弹。2020的疫情，你看一堆人看空，你看一堆人都看空，对不对？就开始反弹，就开始反弹。当很多人看空的时候，指数就有机会反弹哦。上一次这个地方打到一个相对低点，有些人看空，又开始反弹。那现在这次打到这附近的时候，你看看空了，人数
打到这三条线的最下面一条，所以几乎是2017年来最看空的一次，最看空的一次，因为什么？通膨啊，升息啊，战争啊，不得不看空，但是大家过度看空以后，就有一个物极必反了，那这个物极必反的点，我们就留有两个，一个是攻克那这个乌克兰，一个是什么？3月16号快到了，好，这两个礼拜升息两码，最大利空出来，无论升息一码或升息两码，升息两码比较好。如果因为现在最近的原油一直维持高档，所以我觉得下个礼拜市场就有一个声音，通膨这么高，原油这么高，现在原油也涨，上次有讲小麦也涨，对不对？大豆也涨，油啊、镍啊，什么都在涨。最近在传，因为那个乌俄的战争造成大陆中欧的这个铁路运输可能会有受到影响，所以变怎么样？必须走空运或走海运，所以最近今天报纸讲了，海运的运价可能在涨，什么都在涨，代表什么？就通膨了。所以下个礼拜市场就会传说，通膨变得更严重了，比大家预期的更严重。那三月十六有可能只升息一码吗？啊，大家都会担忧啦，对不对？就担忧升息两码。好，所以如果大家担忧升息两码，下礼拜呢，全球股市就有这个压力，反而会担心啊。对，你鲍尔说归说啊，对不对？你说归说，公布那一天大家还是会害怕。所以下个礼拜如果股市因为担忧升两码先修正，那升两码一旦升两码就是最后的利空。那如果升一码反而会跌哦，因为你现在只升一码，因为今年就要升七码嘛，你有种三月十六升七码一路喷，就今年就不升息啦，对不对？一次升完一次满足，对不对？好，那今年就喷啦，问题没有嘛，所以你今天升一码，对，后面还有六码，你如果剩个两码，后面剩五码了，对不对？就痛一下就好了，对不对？那叫痛爽，痛爽的概念，对不对？痛完就爽了，好，对不对？那如果没有，他只剩一码，只剩一码，他一定会说，那我五月还要剩一码或两码，他就这样讲，反而对行情不好了。总之如果有一个大利空，造成全球的股市修正，接近前面的低点，甚至假跌破拉起来，那有可能比较好，就是一个买点啊。那现在没有的话，下礼拜还是要提防战争的利空的修正，或是担忧通膨升息的修正哦，提醒大家，所以短线上有机会反弹，那等一个大的利空出现，那中长线呢还是没有，所以都只有短线的机会了。那我来看一下纳斯达克昨天收一个小黑 K， 今天又收一个黑 K， 对不对？因为核能的关系嘛。那我们来看到纳斯达克现在是连续性的破底哦，对不对？高点越来越低，低点也越来越低哦，对不对？那这个地方是战争打出来的低点啊，比较不容易跌破了，对不对？因为这个战争就是打掉乌克兰的，一打大家就认为，因为俄罗斯一旦发动对乌克兰的军事攻击，结果就只有一个，就是打掉啊，对不对？结果就是打掉啊，对不对？除非美国要出手，那战争层面会扩大，所以其他国家都没有出手，那就是这一天就有反应完了，所以再出现一个利空。回撤这附近的低点，担忧通膨啊，担忧升息啊，战争扩大啊，在回撤这个低点再反弹就有双脚，就有机会怎么样来挑战季线。那短线上也适合回档，为什么？因为它既然不是大多头， KD 来到80附近，它就是一个相对的卖点，就不会高档钝化了。只有多头，看这个地方，只有多头，对，连续性的喷出嘛，多头才会 KD 高档钝化。那像纳斯达克怎么样都是反弹啊，不会是多头啊，对，就算战争结束了，后面还有七次升息在等啊，所以绝对不会是多头啊，所以不会是多头 ，KD 来到80，你就要小心，好，所以最好等它压回 KD 压回到50以下，再次黄金交叉，下一次的买点会是比较好的，好，那下次就有可能突破月线，突破月线起码反弹就可以来挑战年线或者是季线，这个就是我们短线跟中线的一个规划，你必须从长远的方向来思考一下了。好，那等一下呢，加强电我们有一些关键的问题，我们来回答我们的铁粉啊，六月的台指选择权似乎有一个神秘大户出现了，以往都有出现的，以后都有可能有大行情，这个大户我们等一下加强电来跟大家讲。好，那美股怎么样来放空分点券商怎么观察，航运股怎么看，我们刚才有讲了航运股有点过热了，对不对？然后再来是我们的关键时刻的一个选股技巧，我们加强定都会跟大家讲，所以大家加强定
摇滚区的提问，我们一一来帮大家来回答啊，并且提供我个人的选股。阿哥，嘿、hey, ，马上回答，问一下。好，你问。昨天 V 哥带我们抓妖，今天可以带我们抓鬼？抓鬼吗？啊，抓鬼哟！我们刚才有讲的航运里面看起来有小鬼，好，对不对？好，那我们看可以抓到小鬼，还有什么？六月份台指选择权可能有大鬼，好不好？所以加强定大小鬼，通通把你抓起来。啊，各位亲爱的，我是金钱豹的投资朋友，大家好，很高兴有这个机会的话，跟各位一起来讨论最近行情的一个变化哈、哦。那我想今天台北的股票市场的话哈、哦，是一个下跌的格局哈、哦。那我想这个除了美国升息以外哈、哦，另外的话是俄罗斯跟乌克兰哦之间的战事哈、哦，那一个核能电厂的话，大概发生这个火花很大哈，那所以变成说整个市场美国的期货价格下跌，所以也影响到台北股市哈。那我是觉得那个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战争，这个我们真的是没办法去掌握了哈，因为到底因为现在第二次谈判完，第三次谈判，那到底谈判要到什么时候？也许有可能诶马上就谈判成功，那也许可能旷日费时。要一段时间，所以俄罗斯跟乌克兰这个问题的话，哦，实在很难以捉摸。但是我们来看升息的部分，就是说不要自己吓自己。哎，啊，明明就自己这么可爱，为什么看到自己吓自己呢？哈，你看这张图，哈，这张图的话，往右边的话是涨幅有多少，哈，那左边的话是跌幅有多少？那你可以发现过去12次的升息的循环。好、哦，你看哦，比如说第一个的话是1954年到1970年，哦，这个升息的循环，哎，结果它涨幅的话是 13.7%， 哎，升息股票居然是上涨，升息不是股票应该要跌吗？哎，没有哦，好、哦，1954年到1957年这次的一个升息循环的话，股票是涨大概 13.7%， 那你看1958到1959年这次的升息循环的话，哦，那股票市场的话是涨 24.5 哦，好，所以往右边的这是一个涨幅，所以过去12次哈，哎，只有1972年到1974年哦，这一次的话是跌幅的话是 8.6%， 啊，不然的话你看全部都是上涨，所以我觉得哦，升息的问题不用害怕，哦，因为升息的幅度不大，哦，要很长的时间，哦，但是企业的利润很高。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它可以 cover 升息所造成的企业成本一个上升。那现在比较大的问题的话，是俄罗斯跟乌克兰啊，这个战事的话是要拖多久啊？到底什么时候的话才会真正谈判成功？那我相信哦，也经不起这样了哈。听说就说，如果俄罗斯打一天仗的话，可能花费要5900亿美金了。不过这个不知道怎么算，但是这代表就是说它花费很多。对他整个经济的伤害很大，所以他也经不起这样一直打仗。所以一般为什么像过去美国哈很喜欢速战速决，哈，就是因为打仗蛮花钱的，哈。所以我个人认为就是说哈，应该谈判成功的可能性很高啦，哈。那一谈判，哎，台股的一个乌云的话就去除掉了，哈。那只是说，哎，这个我们没办法去掌握，哈。那我们来看下一页的部分，哈。下一页的意思就是说，哈，其实现阶段都是在开董事会。那现在开董事会是在干什么？公布年报，就去年第四季的财务报表。那公布年报完了之后，就是配息。那配息的话，哎，开始就是你这股东会日期什么时候要开？好，那股东会日期一决定的话，马上就推算融券要强制回补。所以从公布年报、公布配息、公布股东会日期到融券强制回补是一系列的。所以现在的焦点是围绕在这边，选股的焦点围绕在这边。第四季财务报表谁比较好？好，比如说以昨天为例的话，蓝电比较好。哎，蓝电今天是涨哦，大盘跌，蓝电是涨哦。那昨天财务报表公布的时候的话，富彩不好，哎，富彩是跌。好，所以变成说第四季财务报表还有配息率高，你看哦，这个配息率高，像这个细微哈，它赚5.94块，配5.2块，几乎全部配出来了。哎，人家认为它够大方，
所以6231的细微的话，哎，反而它是上涨。那三股化本来是盘整，哦，后来它因为 EPS 是6.69块，它配息是5块，哦，配息率74.74%，这个是还算不错哦。三股化的话，哦，哎，在昨天的话有拉涨停板，3月3号有拉涨停板，哦，就是因为配息率高。你看这个蓝帽哈，股息殖利率的话，这个封测股都没有涨，有一天蓝帽忽然间急涨，就是因为它配息率高，所以股息殖利率是电子股里面算高的 8.26%。那像中钢哦，它本来配息是 2.4%，后来调高到 3.1%，那等于配息率都 77% 哦，股息殖利率都 8.6%。哎，中钢过去几天哦，股价表现很好。那当然，这跟钢铁价格这个所谓的欧洲要涨有很大的关系。但重点的话，也就是说它配息率高。所以第一个哦，选股的方向是，哎，你看哦，有哪些公司公布配息，你换算它的获利，那百分比比较高的，哎，那这类型股票的话，或许你就可以注意这类型股票。那第二个，我们看下一页的部分哦。其实前一段时间这个汉雷这一档个股哦，股价表现不好。但是这几天表现很好，逆势哦，你看哦，他公布去年第四季财报表毛利率是 17.42%、哦、你这样看，第一季 8.16%， 第二季是 3.16%， 第三季的话是 14.74%， 公布第四季是 17.42%、哦、这个很好。诶，所以你看今天大盘在跌的时候，汉雷盘中曾经涨4块钱、哦、涨4块钱、哦、这就是因为他财报表好。那艾普的话，诶，因为这段时间一直整合的题材没有发酵、哦、因为大盘都是在航运股、哦、还有其他所谓的这个高速运输，一直整合这段时间比较没有题材，所以艾普跟创意就比较没涨、哦、那大家就在等艾普公布他所谓的第四季财报表。那因为他第三季是 37.35%， 第四季是 35.92%、啊、更低、哦、更低，这比预期有一点落差。因为一般来讲是艾普的获利循环是往上、哦、所以甚至有人说你可以赚到13块，那你今年的话有人甚至估到可能赚到30块。那如果说你今天是一个所谓的获利是一个上升循环的，你的一个毛利率跟营业利率是往上，结果你既然第四季比第三季差，所以最近艾普的股价的表现很差、哦、那比如说像上银第四季赚1.74块，第三季是3.98块，哎，上影昨天就跌很多，因为它主要是提列意外、啊、上影光电的一个资产损失5亿、哦、所以上影、哦、一开盘就下跌。那今天两档股票一开盘就跌蛮多，一个叫富彩、哦、因为富彩公布的话是 0.64、哦、加上法说会他又讲说可能上岸光电也打入、哦、苹果的 mini LED 的供应链、哦、所以这个也是对富彩是不好的消息。预估它的获利是 1.08， 就公布是 0.64， 哇，真的是不够好，所以一开盘就开低、哦、那像如虹报上不是写得很好吗、哦、但是、哦、心中都会有一把尺、哦、心中一把尺就是说一般的研究机构都会预估，所以你是跟预估比较，是超乎预期或是低于预期，而不是说这个数字多少、啊、很好、哦，所以报上说啊4.75块很好，其实本来预估是5.83块。所以今天如果说你有看外资的报告的话，哈，哎，大家就有点沮丧啊，就说哎，怎么这个差这么多？哦，那这可能跟运费哦很高，使它的一个所谓的成本加重哦，可能有一点关系。哈，所以变成说，如果我们一开盘也是开低啊，爬不太起来。好，因为它就是4.75块嘛，预估是5.83块嘛，哎，这比预估差。所以第二个重点就是说、哦、财报表很重要。那为什么你看、哦、这个航运股在涨、哦、因为、哦、航运股一般预估、哦、它的所谓的第四季财报表会更好、哦、因为之前我们曾经跟各位算过它的运力、哦、还有它的运价，运力是增加的，而运价的话运费的话又是调高的，那这样的话变成那个 quality 的话就是 quality 的话就是那个量跟 price 那个价格两个都上升，所以它的 revenue 它的营收的话应该是往上的，从所谓的这个惠阳公布赚 11.05 的话，而且1、2月份惠阳的一个获利，这样算起来的话航运股一般预估未来的获利会非常好。所以原则上你可以发现说这段时间其实抓的重点的话还是所谓的这个
第四季财报表好的公司，不好的股票，包括像所谓的爱普啊、上银啊、富材啊、如虹啊，很多，那股价表现就相对的不好。那我们再往下看下一页的一个部分。另外就是展望，虽然今天资源是跌的，但之前的话资源是一直在涨，一直在涨。因为今年预估是赚10块钱，第一季的话是比去年第四季增长 15%。他有一个业务叫委托设计，叫 NRE， 这叫委托设计。去年整年度74个案子，那现在只有2月份哦，已经有280个案子，所以这个获利哦，搞不好比10块更高。那当然是今天昨天公布 0.77 是不够好啦，因为 0.77 的话等于说一季的话赚2块，那四季的话大概就赚8块，那今年可能是要10块钱以上。所以我想昨天公布的这个一月份赚 0.77 的话，市场一般来讲的话是有点沮丧的，因为创维公布一月份的获利是1.42块，一块四毛二，如果你假设乘以12的话，整年就赚17块，那创维去年是赚6-7块啊，如果说1.42块，哇，整年度如果17块那太棒了，所以创维反而比较会涨。那资源的话涨很多了，那刚好昨天公布 0.77， 所以就比较没涨。但是这些股票的话其实都是今年展望很好的个股，而且券资比都很高，所以如果今天跌了，结果融券都没有回补，还会继续嘎。但是如果今天融券趁回档大量回补的话，那嘎空就力道就减弱了，所以这个要注意它的融券余额的一个变化。那这个就是这个资源大概均值比大概 63%， 那阳明也是3月21号融资融券要回补，那67万张，长荣3月24号融资融券这个要回补，所以原则上这类型股票都是融券加工的一些个别股，所以我觉得现在选股的重点的话是财报表、配息还有融券加工股，所以这些的话都是值得我们去观察。所以你手中的股票你可以去注意，如果它融券特别多的，那我想就是说就有加工的力道，如果基本面还不错的话就有加工力道。那至于选股的部分，等一下我们加强定的话会跟各位更详细的报告。那我们再看下一页的部分，因为这段时间的话，原则上有所谓的2月28号到3月2号有所谓的 NWC 展，叫巴塞隆纳行动通讯展，那3月8号有苹果的春季发表会，所以这边这些科技展很热络，现场都非常非常热络，那 它有什么东西？ 我是觉得第一个，未来股票开始安定的，就乌克兰跟俄罗斯的战事开始趋于缓和，那整个一个所谓的这个混乱的一个局面的话慢慢比较能够趋于稳定的时候，那我觉得科技股的部分闪充的这个概念股，电影管理 IC 的概念股的话应该就是一个标的，因为现在像华为这些所谓的这个手机厂比较高等的，他们的闪充是45瓦，像苹果是25瓦，那这也是在 NWC 展的话 Realme 的话推了一个150瓦，然后这 OPPO 的部分推了一个240瓦，所以未来这个所谓的这个闪充100瓦以上的很正常，对于电影 IC 族群的部分的话应该就会有很大的一个帮助，就会有很大的一个帮助。那我们再看下一页的一个部分，那下一页的话我们看一下，就是说苹果可能今年会推一个20寸的可折叠萤幕的装置，那这个可折叠萤幕的一个装置的话，这个的话对轴承的一个概念股可能就会有比较好的一个效果出来。那因为这个轴承的部分的话，像这个三星的这个可折叠手机卖的也非常好，所以我觉得今年轴承散热的族群的话，从这次的 NWC 展还有苹果的春季发表会的话，我个人认为的话会变成非常好的一个情况。那另外的话我觉得联发科虽然最近跌的比较多啦，但是如果整个局面如果开始比较稳定，那我觉得未来的护国神山包括像台积电、联发科把大盘带往18000-19000冲，这机会还是很高。因为这个联发科
之前推的这个天玑9000，在这一次 NWC 展里面、哦、Vivo 的手机有一个叫做所谓的 X80 的这个手机的话、哦、原则上的话它的分数的话是跑107万2221分，这个是有史以来最高，所以未来这个所谓的这个旗舰机用联发科的晶片的话机会非常高。那第二个是最近这几天联发科又推了一个天玑8100跟天玑8000，结果红米 OPPO Realme 的话全部都采用，因为一般价格、哦、天玑9000的话大概120到140块钱美金，但是天玑8100跟8000的话大概50到60块钱美金，就一半、哦、少一半，而且都是 5G 的哦。所以一般中低阶手机都愿意用天玑8100跟8000，我现在普遍都大量用。所以我觉得、哦、虽然联发科跟台积电最近都在跌、哦、因为这个国际局势的话的一个情况、哦、让他们的这个停跳电啊或是怎样、哦、让他们有损失，所以股价的话可能表现不是很好，但实际上他们在所谓的基本面的部分的话真的是很不错、哦、所以从这 NWC 展还有苹果的春季发表会，我个人认为高科技的股票等未来一些所谓地缘政治的风险、升息的风险降低之后的话，我相信这些股票都可以往带动大盘往18000、19000再攻击。那至于选股比较细的部分的话，要做一个研讨，我们等一下会在加强定的部分的话跟各位讨论的更详细。那今天非常谢谢各位的一个所谓的观赏，那下次有机会的话我们再见面啊。等一下加强定的部分的话也欢迎大家踊跃收看，谢谢。